关键一首《绝活小丑》。我特别喜欢看小丑，其实我觉得小丑这个角色就是挺好玩的，只是不好赢嘛，玩还是挺好玩的，对吧？还有一种赛车感的，对吧？你可以感觉自己在开赛车一样的，就是赢不了。像我这种操作拉车的一个功底啊，对吧？就不太好赢。第一波过去前锋，前锋这边两板，看这拉车的一个感觉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一手拉车好帅，过来噔儿砸个头，你看这拉车对吧？这种我要有这技术，我也每天打小丑了，可惜就没有嘛。对不对？这个开车技术帅不帅？好帅。会不会？不会。练不练得出来？练不出来，没这天赋。他应该知道人在这边，再打帅呀！追着前锋佣兵打，再上一个推进器啊！前面两块板子有闪现，但是抓一个佣兵还是有点亏啊。这里祭司动过来，有闪现，前锋拉球，先知鸟要给，鸟要给我需要帮助。好的，鸟给上，鸟给上，这里来处理。就帅归帅，但是这个小丑现在局势还是挺烈的，再回去找前锋吗？哎，这边想跟动过去没成功，这样的话祭司再穿动走，甚至可以去摸一波前锋。这个洞打掉以后应该是再上一个推进器了，没摸没摸。再来，这边的板子没有踹掉呀，这边板子没有踹掉，这距离要绕要偏有点难了吧。跟洞出去，前锋还有四分之一的球，不追前锋追祭司。节奏还是不好，帅归帅，节奏还是不好的。虽然说他把两个救人位都打残了，但是你手上没有人，一切都不好说。祭司手上面还有一个洞，再牵这个十几秒，我觉得求生者这时候要开始摸了。不摸的话，其实往后打有可能会被小手翻。如果说这把对吧，现在佣兵前锋如果说能找机会对吧，当中一个啊去找先知先摸一手。哎，祭司这边的这个洞没打好，那这样的话小手抓到机会了，两个人全残血挂回去，先守一台遗产机。前锋 56%， 佣兵这边准备来救一波人，有机会啊，小丑有机会的，这一波抓到机会了。如果说祭司让他这个洞打出来了，那这把小丑最多保平，现在的话有机会能保平，然后真胜也有可能啊，因为这个佣兵过来救的话吃一刀倒地，而且是个钻头，有可能会被节奏雪球滚起来的，而且前锋也是一个半血。外面先知重新起一台，这台电机不要了，想卡想卡想卡一个血线，想打一个震慑，胜负在此一举，过班了。打，哎呦我天哪，没救下来。好了，这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如果说当时佣兵和前锋当中有一个人能摸满，对吧，这把其实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这个就是太走钢丝了，这个局现在是有闪现的，这佣兵是肯定起不来的，吃了钻头的。骗一手，当然这个局主要他们不是四黑，所以说也打不出那个我刚刚说的这种配合，就是看有机会嘛肯定会摸一下，但是不是四黑的话没有一个整体上的指挥也不一定能有机会啊。只是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，如果当时那个局面其实求生者是有一定优势的，是可以选择就是摸血然后把这个优势稳固住的。这边闪现一刀没出去，天哈哈。那这样的话前锋电击一半，要等佣兵交自摸震慑，
可以挂啊，可以挂。佣兵摸了87%，电击56%，这边还剩一个推进器啊，这边应该是会直接推进器拉过去的。佣兵交字摸起来，货币直接弹弹走，交掉字摸的佣兵。小丑这波再来防守吗？再打防守也行啊，再打防守也行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推进器上好，卡着。宝瓶真胜，追一刀救下来，有薄命，跟佣兵就行了。他这边的一个推进器就是跟佣兵的，他不会用技能的，就跟佣兵。你有多少个货币都没有用，电击亮了，我这边直接一刀打完以后，你是交掉自摸的。对，想得太透彻了，这个小丑大局观好，操作也非常的好。前期这么大的一个劣势，通过着自己一波成功的防守啊，彻底翻盘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佣兵没了呀。站好地窖，队友你们快点走，你们走了我就能跑。也是，只有这一个机会，但队友走不了啊，现在。拉过去，先排耳鸣，慢慢打吧。拳者这边慢慢来啊。两边的门都看一手。没有贴门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一个在医院卡着，先知在外这位，其实医院卡的这个人应该是先知会更好一点。哎，这块板子说实话早点能踩掉的话，这局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破板，前锋应该是要去摸佣兵了。还有机会，穷者还有机会啊！能把佣兵摸起来的话，还能打。这里穷者的一个开门战细节上面处理的也很好，只不过这边8秒钟以后有闪了，而且6秒钟估计这个锯就能带走这边的先知了。佣兵终于被摸起来，那位置上面应该知道的，而且这边是守住一个小门，前锋可能还得回来。哎，这边是不挂，推进器去找，再去找人。看见了这个前锋，前锋继续进医院，进医院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。但是这边佣兵能不能走呢？佣兵不能走，又倒了，没办法，他没东西，有道具也不行，有道具有护臂也不行。现在小丑这边还差一个推进器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因为佣兵是交掉自摸的。再回去，哎，佣兵看看，佣兵看一手，看一手，看着你门能不能开。你如果开了门，那大不了平局。你不能开门，好，你这边倒了，我这边哎，看到一个推进器，追了过去。先知这里好像能不能摸起来？八十四，摸起来了，摸起来。这两个人没开门，前锋很辛苦，再要去摸佣兵，但是小丑这边拦住你，其实可以拉一个锯，先打一刀前锋，处理一下，闪现一刀，好的。架住这个前锋，那应该是三抓有了。架住这个前锋的话，应该三抓有了。手上面还有个推进器的，他可以把先知挂上以后，拉推进器去找前锋。前锋摸佣兵的话要摸好久，因为是一个张狂小丑啊，他的一个治疗上限是差很多的，差了减了30%吧，我记得。这样去摸的话，一个那个战移的佣兵，哎，先开门，先开门，先开门。门开了，哎，前锋如果能扛一刀救人，有没有搞头？没有挽留的，挂这里是不行的。对，要挂得远一点，挂得远一点，挂得远一点，往远了挂，能挂上吗？挂上了，但前锋我估计会来救。前锋不过没有道具，就打一刀前锋，待会儿追前锋就好了。其实。要追的话是追前锋的，打一刀前锋是追前锋的。看一下前锋，除非这刀打椅子。哎呦，有薄命哦，忘记掉有一手薄命了，打了这么久了还有一手薄命，平了。这把前锋是真的打得不错啊，他跟先知两个人的一个开门战打得非常的好，居然还有一手薄命，天哪，这一把真的好看，两边状态拉满。我相信在座的观众应该
有没有人记得还有薄命这件事情呢？打了这么久了居然还有薄命。